掌声有请张惠妹。上场，因为今天我们要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个特殊的时刻。什么时刻啊？我一说到这个时刻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对，我们要在现场，是，请你来见证，来揭晓今年我们洪泽的谢王和谢后。哇！你知道吗？其实每年啊，包括今年，我们也是在300只螃蟹当中。都是非常壮实的硕大的螃蟹当中选出了6只候选蟹王蟹后候选人，然后今天就要在现场请你见证，在公证人员的公证下评选出我们今年年度蟹王蟹后。要掌声欢迎他们出来，掌声欢迎我们6位蟹王蟹后来候选人，掌声。1、2、3号是蟹后的候选，就是全部是母蟹，这么大的母蟹真的很少见。4、5、6是我们蟹王的候选。我们2位公证人员已经在现场，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把秤调好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把第一号候选人，来给数字，给数字看看。383克。362克。362克。好，3号。3号。哟哦。395克。395克。所以是3号，就是我们的谢后。继续来，我们看一看。谢王了。谢王。526克。526克。这个
559克。559克。哇！好，来，517克。522克，我看到最后是522克。对对对，522克，他右边。522克，最终是我们的5号贡献，获得蟹王称号。我们要为他们戴上王冠，好可爱！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时刻。啊，好可爱哦！好可爱。我们先请公证人员来致公证词。江苏省洪泽县公证处公证员耿道刚、楚中琴于晚会现场对2009中国洪泽湖国际大闸蟹节蟹王蟹后大赛活动进行了现场公证，经监督，蟹后为3号，重395克。蟹王为5号，重559克，上述结果真实有效，宣读完毕。可爱的男孩，我的热情像大海，每个水珠为你滴，每个浪花为你开，你可明白？有多云乐是关怀，只有你一心里明白。准备好来，想起你来，看看大海，想起你来，多么开怀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，给我的是你心，永远同游大海。可爱的女孩，当我倒影像大海，每滴水珠为你滴，每个浪花为你开，你可明白？可爱的女孩，让我倒影梦里来，阵阵风暖是温馨，朵朵云儿是关怀，只愿你一生里明白。想起你来，看看大海，想起你来，多么开怀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，给我发现你